传闻有人在和平精英发现了边打药边开枪的绝技，难道真有此等逆天操作，打药的同时能够火力压制？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实战中这样做法是否可行？欢迎收看花里胡哨解密系列视频打药开枪之谜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裤子。众所周知，和平精英已经更新了走路打药机制，而今天要介绍的技巧加上这个机制更是锦上添花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主题。首先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打药开枪技巧是真实存在的，原本视频找不到，这次就不放了。按照原作者的操作顺序，先把枪丢在地上，打药的同时捡起枪，这时虽然是在进行打药的动作，但其实同时也在进行换弹操作。在打药仅剩一秒时换弹完成，就可以边打药边开火了。可以看到药也是确实打上了，但这个技巧有个致命缺陷，就是换弹时间过长，实战中操作起来得不偿失。然而就在今天，本大爷新研发的打药开枪2.0直接省去换弹时间，连大菠萝都可以拿起来就射，操作方法也是很简单。这次我们需要两把武器，首先将一号武器拿在手中，打开背包丢弃二号武器，同时点击打药和拾取武器。注意，这里我是用鼠标和键盘实现的，这样就已经卡成功了。点击开枪就可以实现边打药边开枪。可以看到药也是能打上的，咱们再试一次也是同样的操作。这个技巧只要手速够快，实战中也是能够做到的，而且非常实用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试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是裤子，喜欢的记得点关注。